在啟盛工作的每一位同事对于公司的服务理念都非常认同的，用心服务做到最好，我们都会竭尽所能为每一位客户提供到一个最优质的物业管理服务。我们啟盛是一间与时并进的公司，会因应社会不同的情况去增设不同的创新科技，例如在住宅增设了送餐机械人和防疫机械人，另外亦都在商场引入了 5G 的智能洗手间，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。啟盛是一间很注重团队合作的公司，我们每位同事都各有所长，同时亦都非常乐意分享工作知识和经验，大家会互相合作，成为大家工作上最强的后盾，将物业管理工作做到最好。公司很鼓励同事自我增值，持续学习不单止对我的日常工作上有所帮助，更加有助长远的事业发展。我在公司的启盛卓越服务学堂里面学习了很多不同的物业管理知识，现在做事都觉得更加得心应手。公司鼓励我们多听多行，求创求新，多些主动和客户沟通，了解我们的需要，令我们的服务技巧不断提升，工作亦更上心。我觉得关怀员工在我的工作里面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同事的互相关心和支持可以加强团队的合作，令到公司有更加好的效率。我很开心公司今年举办了一连串的新心灵健康活动，除了有健康讲座和派水果之外，还推出了两大主题的亲子同乐日，很多同事都说很开心。